对不对？招牌上面写50年，对，其实是民国26年开始，所以已经70多年了。其实不止吧，在民国80年，现在11耶，快90年了。但这家店一进来，我的印象非常好。哦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看哦，它的超过了90年，当然他以前一定是这样摆设，可是你看到这老板，要么就是非常一板一眼，不然就是有强迫症。对啊，对，你看杯子排的那么漂亮，这个排的那么漂亮，有没有？他这个分菜的公筷母匙这些，然后还标示的，有没有餐具的？而且他还直接写说那个抽烟的，有人抽烟的忌酒官，有他的坚持，他有坚持，对不对？然后再你去看，他每一个地方，他都是规规，你看他包括贴这些，他没有贴出来七八糟，方方正正的，他没有任何地方有点歪斜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哦，他这边还有写。综合冷盘不固定搭配，看他心情就对了。对，哇、wow、也不是心情，可能就是看今天进度。今天有什么最好的？然后再仔细看哦，包括他的所有的墙角，那边的墙角都没有任何的蜘蛛丝，因为已经90年了。当然，他中间曾经他是原子那边曾经因为失火，爸爸还是阿公经营之后，然后后来他接手下，本来听说他是个兽医哦，对，菜不好怎么可能90年？真的，又不是要做义务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就是他呢，一定有很多的故事，真的，对不对？他可能边吵边掉泪，问题是兽医，他都不加盐的，没有，不加盐，会不会流汗会好一点？黄鱼五柳枝，黄鱼五柳枝，对对，老板这啦，啊，五柳枝我知道是台菜，对，啊，这是问阿公还是阿祖？问阿公，阿公，对对对，啊，那个是用黄鱼吗？目前事实上啊，是要正统是素木鱼啊，石木鱼，老公沙白鱼，沙白鱼，那个沙白鱼哦，靠搞起，鱼刺太，鱼刺太多了，老人家会更难咽，年轻人太要吃，老人家更加不要吃。你吃石木鱼吗？我吃啊，可是我没有吃过这个哎。你吃过这个？五柳，这是台菜最有名的道菜。还是我平常吃，但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叫做五柳。那你有看过这样？就没有特别，鱼都长得好像。试味道。那老板，你又这个鱼酱，你会先从哪边吃？我建议你阿公改你改，从浓郁的。最好是从那个汤汁。汤汁啊，还有汤汁的，对对，汤汁。这样子，然后拿一些汤汁。嗯。有没有吃过？脆哦，炸的脆啊，香酥，可是它这么酥脆，不会让你觉得是那种油味的那种，就是很香。为什么有油味道？因为我吃过一些鱼，它吃下来是会有，一个是油的干净，另外油温的掌控。哦，哎，我听说你以前是兽医，对，是兽医，所以很会杀鱼。什么很会杀鱼？不是兽医，不是不见得是要杀鱼。可是问题是，兽医行力不厚吗？不是，因为我那时候是那个在那个。经营那个养猪场嘛，就是包括火鲤鱼嘛，然后我养的猪没有感染到火鲤鱼嘛，可是你没有越感染没有火鲤鱼的时候，你就损失啊更惨重嘛，因为政府这方面没有补助啊，哇，就是这样，然后刚好我爸爸是那个糖尿病中风，双脚截肢嘛，然后我就下来去接这个店。那可是你煮的时候，你从小就会煮吗？我从小就看我爸爸、我阿公在煮饭，对，在厝那边忙吃忙吃，然后我去那边端菜啊、擦玻璃啊、剥虾子啊，还是做打下手的。对，这应该有一点遗传天分吧？我跟你说，遗传跟天分，很多人认为说是看做，其实不是，要亲自下去，舌头。因为他从小吃到阿公做的，他爸爸做的，所以他做出来这个味道才会像他阿公啊。哦，对，而且他会比较挑嘴的，因为他从小吃到的东西都是好吃的，他很容易分辨，觉得他那个酱汁好好吃哦。他其实说真的，如果不知道的人，会一直认为他很像糖醋，就是只有他没有番茄酱。可是他的味跟我想象中的糖醋不一样，他就是用稠的，必须有。我事实上嘛，我的醋有三种醋了，
一般都是两种，我有用到三种猪，就是。阿公就这样子吗？阿公就是这样子的，一般都是两种嘛，我提到三种。所以我吃起来酸。对，那个酸不会只有一单一的酸，会有很多不同的酸。而且因为你刚刚说像糖醋，可是我觉得它吃起来比糖醋更清爽。当然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喝徐凯西不敢喝的青蛙汤。你不敢喝青蛙汤？有一点害怕，但我可以尝试看看啊。真的吗？青蛙很好吃呢。对，我不要去想象它的样子。我经常挑一个长得不像青蛙。对对，你不要挑头给我。不会啦，皮很像，这个皮很像，看得到。你转过去，我找一个，这个还好，可是有爪子没？不要，让我看得到它长什么样子。我知道我在挑嘛，紧张。你把它切一小块肉给我就好。这个可以吗？这个好先，这个。好，你要去，好，你去忙。慢掉，好，什么都长得很像啊，就很正常，餐厅忙是很正常。我这样子好了，我把它，我跟你讲这样子好不好？我挑一个最好吃的给你吃。好，把你眼睛闭着吃就好。好，我一定挑出来，你相信我，我绝对不会是害旁边的人。我每次讲这样，人家都以为我会弄得很没有。我挑出来，我觉得青蛙最好吃的地方。可以相信他吗？可以，好，工作人员说可以。好，这个，这是腿的部分。好，我闭眼睛。就是很嫩，对不对？听说很嫩。我跟你讲，它就介于什么鱼跟石斑鱼的中间。哦。对，它非常好吃，而且它有分什么？有分牛蛙，哦，有分这个一般的。它这是什么蛙？田蛙。这个就一般的青蛙。哦。牛蛙它更大只，而且我跟你说，像田鸡，因为这又叫田鸡嘛，是牛蛙。我要我是看到我就会吃。那在路上看到会抓它吗？但不会啊，因为你不说你很爱。你不能乱抓，你抓到有毒的麻烦。癞蛤蟆那个是你的吗？不一样。你待会我可以给你看，我有影片。没关系。好，不用的。不用。你收藏好。我先试一下。我就是收藏等着给你看。不要。哇，厉害。嫩。嫩啊。这样是什么刀？石斑鱼的鱼头。哦。石斑鱼的这个。所以我就把它想象成它是石斑。石斑。好，那我可以不要吃它的皮吗？闭着眼睛吃石斑鱼皮。哦。而且我跟你说，我们吃东西是这样，小孩子这样吃，不是这样。对，我知道，我会。对不 对？就石斑，整个放进去啦。不用啊。就石斑鱼，是石斑鱼。哦。没有，不是石斑鱼。那是什么？它很有嚼劲。那就石斑鱼啊。石斑鱼。龙胆石斑那个大只的那个呢？就石斑鱼会比较有胶质，但它是就是很没有。它就是有胶质啊。然后有点像很嫩的鸡。它就是介于鸡肉跟石斑鱼中间。对对对，比那个就很像苏肥的鸡，再比那个苏肥更嫩。感觉它很紧张，对不对？它讲话没什么逗号。哦，不要。但是好吃。但好吃啊！如果它上来，然后你没有跟我讲它是那个田鸡的话，我不会觉得它是鸡，我可能以为它是鱼类。它做什么你知道？它做那个麻辣锅很好吃，或是麻辣干锅很好吃，很好。麻辣田鸡、三杯田鸡，我最常做，或是啊油焖田鸡，我每次看到，嫩到不行。而且不但是这样，我很会做麻辣跟油焖，不耐你不吃。有啦，我觉得我这次有对它改观，因为我之前是连就是连碰都不敢碰，所以也算是跨出我的心房。那你这块会出来吗？先放着。其实只要将田鸡想象成石斑，不管是口感或是外观啊，都没有违和感的。而这些台菜料理啊，可都是传承三代的好味道啊，完全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不来吃啊就可惜了。